5月15日 ，Formis Nine 公开了他们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主打歌《DM》的官方预告。有部分 TWICE 的粉丝发现 ，Formis Nine 的《DM》与 TWICE 的英文单曲《The Feels》存在相似之处，有些编曲甚至听出了《The Feels》的味道。不过 ，DM 是由 Collapse 长创作的，而他也参与创作了《The Feels》。而且粉丝们也对 Formis Nine 的制作团队涉嫌抄袭了同色系的邀请卡、预告视频中的剪贴布等道具表示失望。对此，网友表示：“请停止比较 Formis Nine 和 TWICE， 听起来都不一样。只从6秒的预告视频来看，不能说明什么。”还有人表示，如果这是 TWICE 涉嫌抄袭，网友可能已经大力诋毁了，甚至会有标签趋势。不过在小编看来，预告片和实际歌曲肯定会存在很大不同，还是等待完整曲出来吧，不要提前制造不必要的争议。据悉 ，Formis Nine 的 DM 是组合迷你专辑《Midnight Guest》的主打歌，于今日1月17日正式上线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